有我四十七号询问的时间吼，首先吼，要来甲咱市府吼，因为今仔日咱的市长进到这个请假吼，副市长讲吼，我来甲恁娱乐一下吼。针对前日吼，咱林议员吼，林市长议员在讲这个南科设校的问题吼，个丁设校的问题，因为学生伫迄个周边吼，周遭遐的囡仔吼。住户已经渐渐做起来啊，嘛有达到设校的这个必要啦。咱的市长嘛真果断，真有远见，一个就是答应讲要来建设这个学校在遐吼，遐校在遐。伫遮，本身嘛代表这个周边这个住户，甲咱市长感谢一下，甲咱按一个赞。这市场有担当，这有够好。因为未来在南科周围，可能住户会渐渐越来增加出来，所以设校的必要是正常的啦吼。但是设校了吼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小新的国小，因为迄个所在要搁增设，无可能范围上下做袂开。未来要增设开，有可能小新国小会来废除。咱这个部分，请市府尤其教育局者吼，那万不利要废除这个小型国小的时阵，咱是不是咧配套措施做好势？你请坐，快紧，请坐。配套措施做好势，把这个伤害降低到上低，带来废除这个小型国小。吼，这个部分，请咱教育局来用心来处理这个问题啦吼。报告者吧，嘿，家己做报告吼。原则上我们是要废除这个小新国小啦，吼，是讲因为因的迄个距离真近，吼，所以是用迄、当齐来处理的方式，吼，来算讲前后的方式来处理安尼啦，嘿，好，所以没有要废除小新国小的意思，嘿。当然，若到必要的时阵，就废除嘛。若无废除是上好啦，就免伤害嘛。若要废除的时阵，有可能是。小新国小的周围，因为这个小新国小是小新的社区内底嘛，有可能若有要废除，伤害到遐的主地嘛，是，哦，所以讲，阮一定会来考量，对，爱考量一下，把伤害降低到最少安尼啦，吼，是，好，请坐。讲到南科吼，我来请咱副市长吼，他们是简单甲你说明一下南科未来的发展性有啥物好。我先副市长简单甲你说明一下。因为南科即马每一档吼，每一档即个咱的投资案，吼啊，甲各方面进驻的人口吼，包括即马啊，我个新的重划区的进驻吼。那除了从化区跟南科本身经济的发展以外，哦，照理讲，它的发展算是台南市最快速的一个地区，尤其是咱的新区的建脚吼，加。永康甲安南区是咱全台南市发酵速度、发酵的数量前三名哦，都代表它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的地方。副市长，你讲安尼哦，我你有接受我的意见，因为我叫你简单讲，你就简单甲我讲。是，好，谢谢。这个问题然后南科未来的这个发展性哦，这大家有目共睹嘛。大家都知道南科的发展性是真好。头拄仔我甲市长按一个赞，一个还无够。若要按第二个哦，咱南科未来就是讲，咱市长前几日有咧讲，讲伊无要甲头壳疼的所在放予后一届市长。那么就是讲啥？讲第一行政区。第一行政区咧，我咧讲南科的所在好，就好伫伊的交通网。南科的交通网，那咧设第一行政区，交通网有够好。对单边过来，南二哥，再过来，咱的善化，这个火车站，铁路火车站，再过来就中山路、中山街，再过来还佫有国道八，这个交通网有够好。将来若自咱这个第一行政区咧设到迄个所在，那么会当省足济。咱的经费就是讲，遐的发展性进拢目前拢有起来啊，道路开票嘛拢好啊，所以咱用在遐咧，咱的道路开票会省偌济钱，减征收的钱减啥，拢总省着。所以伫遮，我们拜托
咱副市长，当然伫遐讲，市长应该会知影，啊，甲市长报告一下，这个所在列入重大考虑啦，啊，这个所在内设大遐啦，第二个站按了，迄就100分啦。周围周遭遐个人拢按赞，咱市长100分啦。哦，所以讲这吼，大家当然是市长的部分啦。这个大潭市内底，这个地方政府有6-7个所在在选择啦。啊，伫遮拜托讲这个所在啊，特别关注一下安尼啦。哦，拜托啊。啊，来就是讲这个公务局吼，咱公务局。啊，安定区吼，安定区苏林甲苏树里啦，苏树甲苏林两里是一个盆地嘛，因为北边有中门溪，南边有嘉南大圳，这个苏树甲苏林两里都啊硬的中央，所以伫平日落雨，就是会淹水，这两里的人不管是拢伫遐，逐冬都爱接受这个饮水的洗礼啦。先来讲呢，我本身我所属里的人，我从做囡仔就伫遐饮水饮到这样子，到这样子个改善袂好势。啊，咱市长注重的是治水的问题，所以咱请干部局吼，这个伫所属甲苏林两里的中间，伊这排水吼。拢久啊，啊排袂离啦。啊，目前咱干部局有要甲做偌济条的排水？感谢梁议员吼。梁议员所讲的这部落内这排水的问题吼，这有可能甲七九也有关系，啊，交规个排水也有关系。所以，阮交水利局吼，我会同勘查吼，看安怎处理较好，研究伊个办法。这个部分吼，迄个公务局长，你甲讲。会同水利然后来共同勘查，自这个毛病来抓出来，这是上好啦。但是卖干来勘查尔呢？因为过去咱市府吼，拢那这个议员咧建议啥，啊去勘查查的了，就无一回事啊。那像勘查了就算了，也无做，也无创啥。哦，我是感觉讲，要达到我这个百姓的认同，咱。啊，去做这工课，所以讲拜托咱公务局长，你讲讲招水利出来，啊，看电视要勘查，会当本事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哦，啊，大家共同来，把这个所在做好势，啊，莫讲每一冬若雨期到，整个人伊搁咧食水啊。哦，啊，无后果，这个我有可能后果就去饮水啊啦，有可能后果雨期到就饮水啊啦。哦，所以讲，公务员，这问题吼，大家拜托一下吼，是，共同来承担这个问题吼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再来就是咱公务局吼，我那公务局啦吼，咱这每一区区公所报开的水银灯，当然伫大潭市内底，县的大潭市应该是无关系啦。县的大潭市应该无关系，是县的大潭县者，算庄卡这边者，较需要这个水银灯。一部分啊，真是安怎申请？公所呐，感觉有迄个需求吼，当然是会当报起来。报起来，阮干部局吼，啊，阮来看经费的经营吼，要看要政策。不过现在就讲吼，中央的政策，从明年开始吼，一路袂使设水银灯，就是拢用 LED 灯啊。啊，所以经费我那是较悬淡薄。当然，咱照中央的处理办法用 LED 灯无唔对啦吼。但是一个部分来讲，准目前然后目前进各区公所报开需要水银灯的需要这部分啦吼。啊，报到咱干部局得去派员去勘查，一支水银灯也勘查。啊，报开一个月两个月勘查了，佮半冬佮也袂做。半冬了，准来加水银灯来加设备好势啊，得去等交钱，等送电。规冬还袂到呢，还袂做好势呢，这已经产生民怨啦嘛。哦，恁坐顶管，你有无感觉这个问题？这各地方、各区公所所报价所需要这个水银灯的，安定区公所啦，我讲安定区公所啊，伫
我知影，我签名伫那报两支最近顶啊，到正严勘查也袂啦。做甲几个月啊，你敢知？我用银行看对对两支吼，等下我来做处理。你的迄个会后，甲服务所联系就知影啦。好。哦，这唔好安尼落吼，会产生民怨啦。但是做到外好，都互市长做到外好，为着最近顶个工课来对互百姓怨叹嘛，无路用啊，啊非常的不方便嘛。应该最近顶个部，你就下放互各区公所区长去处理嘛。你若认为讲迄个砍了伤济，会当个区长讲，你要节制一下嘛，你要控制一下，会当安尼嘛。恁怎啊大汉拢杀开迄个干部局安那，一支最近顶恁若派员去勘查。这个公所一个镇顶派去勘查，恁有偌济人员通去勘查工会？报告杨议员啊，其实阮每一档吼，拢有编列部分的警卫吼，伫公所内底。恁讲伫公所内底有哪编列在最近顶的在路顶的这警卫啦？我知影拢有啦，但是进到前面没有下放，拢爱报告恁干部局嘛。是伊无搞，而且他报起来不方便嘛。啊，今日这吼，公局长，这个部分。就我真有甲你反映啊，啊会后吼，你着交安宁区公所去联系看，对最近顶有需要做无去遐勘察者，有需要做甲做。当然，若无需要做，恁家己看若无需要做，就无做安尼尔，迄足简单啊。啊，莫同我讲闲啊安尼啊，哦好无？好，好，请坐。咱卫生局吼，局长，咱去年吼，咱的登革热到这大台毋是迄个死亡的几个偌济？112，112，对，安尼较济较少，差不多尔，再去增加无？无啦，这咱拢无愿意看到。哦，今年按怎么死偌济？今年咱已经伫1月4号，咱就已经启动咱所有的防疫机制，所以，阮的票边比票边无死亡的病例。票面讲今年哦，变讲讲拢卖死半个安尼，绝对是卖死啊，系啊。哦，上好是安尼啦吼，啊无预定讲去年死112个，今年无来死110个落，安尼减两个嘛是算成功啊。无啦，阮的各项政策拢是希望讲咱的民众拢真健康安尼。这登革热部分啦吼，应该是咱市府只尤其卫生局只爱尽力落去宣导啦。尽量落去宣导啦。阮的防治中心已经在4月份成立。不是干宣导尔啦。是。你所有种国力啦吼，讲较歹听，即个志工无欠咱啦。志工是替国力在做志工，是咧甲整人甲整社恁迄落迄落国力的。对，我嘛非常感谢即个志工的。即系啊，即无欠人啊。你唔忙迄落要宣导，即也要做啥阵，各户社区银钱出来家开，啊无意思啦。咱爱有一个经费。宣导安怎做，安怎做啦？这个部分拢有在做。哦，对，大概安尼啦。啊，搁再来吼，这个我去年，刚才10月15号，我主持的。你讲迄个爱乡电台，我已经发啦，嘿，迄个药事法发23万，12月。啊，你咧迄个前去年10月15号到正时，拢无搁有吗？十二月有发23万，啊，搁持续在监测当中啦。那有监测到，阮就会甲发嘿。啊，你骗货的！啊，你甲大台市只个百姓讲1-200万人的百姓讲，够难要相信。去年10月15号正时，拢无搁违法，拢无违法的广告。这个部分我拢有在监测。啊，拢无违法的广告。那有监测到，阮就会处罚。恁卫生局所讲的啦，有病要找医生啦，唔是找电台啦。啊！恁就去处理这工课，迄个从去年10月15号正时，今仔日定时啊？今仔日5月30。5月30号呢？对，嘿。安尼7个月安尼，拢无去卖药啊！伊讲电台拢无去卖药啊。这个部分呐，有案件，我的依药事法去处理。恁都无去处理哦，我合理的怀疑啦哦，恁这有勾结啦。其实，阮这五年来罚700几件的迄个药。我唔管你罚几件，我无叫你罚啥物人，我干咧注意爱乡尔。好，
好，我知影，阮这，阮的。什么人？我拢不管，迄什么人？你反正我不管，我无要求你影响我话，但是恁要尽力积极，我甲你等于我兼顾的啦。诶、欸，这个部分我会加强，嘿。恁都无去做啊工过，恁干那发一条就算数，恁我是感觉我有合理的怀疑，你们有过节的形象。这是袂安尼啦，嘿。我会搁加强啦。袂安尼，我今日袂适合啊，袂安尼。是这个部分，我会搁加强，嘿。真久，十月十五这样时啊，拢无个啊，拢无伊拢无违法的迄落广告，无跨大了说，无啥货，拢无。拢总罚四折啦，四折广告、哦，四折广告的是23万，嘿，啊，这部分我阁会加强监测，啊，若是监测到违法，我得马上阁甲罚。较甘愿的啦，你唔通受了压力啦。无压力。你唔通想讲伊伫外口自称讲伊来做迄个地下秘书长吼，恁都会话要惊死啦。无啦，我拢无熟悉伊啦，我着即马着是，那是。恁无熟悉，我怀疑咧，怀疑恁有过节形象出来咧，我有怀疑咧。是感谢议员来。我怀疑是合理的啦，因为恁规年当拢无去甲通啊会啦。是议员嘛是为着咱大家健康啦，所以、本来就是为了健康。是感谢你。哦，啊，我正甲你讲，我恁家己注意下，卖叫我第二遍爬到遮讲哦，我找政府出。好，我知影。讲得歹看个，吼、哦。我加强嘿。警察局长哦，得要退休啊吼。我是唔是叫你检讨这个？是。咱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工厂拢有请这个保全嘛？哎，是。啊，拢请保全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因有啥物信号接到？保全公司的保全人员接到这个信号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拍电话到基层的派出所。派出所是嘿。啊，派出所的员警，我当接到这个问题，接到拢是半暝嘛。拢下暗时半暝较济嘛，啊，环境接到无去，佫袂使，要去佫叫一个才到过一个，啊，佫去，去到地也无看保全呢，啊，无看保全呢，佫在等你二十分保全才到，啊，环境去也袂当入去，啊，无锁匙嘛袂当入去，但是伊阮保全的物件哦，你也知影讲迄足敏感嘛，只要飞过嘛出信号，鸟鼠走过嘛出信号，鸟仔走过嘛信号，总全部信号，物件弄着也信号，啊，即嘛。啊，无啥物代志，啊，甲叫基层的去，啊，基层的去，我等半点钟，啊，看这个，看到这保全的来，啊，来变怎？保全来到，看到，交环境，我讲讲，佮看看无安怎，吼，安尼无代志，等于，安尼环境哪像保全的，看迄落，哪像咧做因的迄落。是，这点我看安尼啦，令人不过吼。应该讲起来，因即摆拢用设定啊，像一寡保吼，即摆保全公司拢设定了，然后有信号以后，应该是回传过来公司哦。应该讲起来是因的这个保全人员哦，爱先去现场，哦，先去看卖，有的是迄个，敢若讲误名的啦，像类似这个哈，他们应该把它排除，把它解除掉以后，重新再设定。哦，那政府总控应该再来拨来咱分局的派出所哦，这点。议员，你说去搞这块，我来甲阮应该是安尼，应该是因保全来先去看到有状况，看到有状况，咱才处理。警员来到处理，啊，伊唔是啊，到怎啊变怎啊变习惯哩？有啥物代志都有接到信号，就先拍电话，环境啊，环境就服从安尼啊。较早应该议员咧讲的这吼，较早迄个差不多算二三十年前，阮差不多做分局的时阵吼，迄阵啊，有一寡在金融机构啦吼，都那聊聊啊，拢信号怎啦？算讲咱咧，或者警民连线，你看了直接又来分局派出所啦。啊，即马即几年，这个保全的这个物件，慢慢拢算较上轨道啊，哈。哦，你像真侪大公司嘛，哈，在应该就像拄啊议员咧讲的，应该是爱加入制度啊。讲恁家己本身有保全人员，恁这个咱一寡私人的工厂啊、公司吼，有设定是爱含你含这个你公司连线，公司连线以后，你查了了准有感觉有个人有安了，或者是讲感觉种有这个。有事故需要治安人员到位的时阵吼，那么再通知咱分局啊派出所，再去派人到位，应该是安尼。应该是安尼，无唔对啦。但是，即几当来应该从啊变方便变随便去啊吼，安尼哦。我来检查。当然，治安是咱的职务无唔对啊，共同的职务啊。但是啊，我所咧讲的，就是本身咧讲的，就是讲，咱来想套办法，想看有较好办法，卖吼环境吼。第基层的环境哦，接无信号扩张，总也无创啥，其他工课袂当做。好，吼、哦，局长，好，来想一套办法，啊，共同来甲大完成安尼啦，吼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啊，咱农业局吼，农业局这个针对这个灾害啦吼，咱农业局咱局长有啥物看法？咱迄、那个今年吼啊，因为风算讲较风调吼不顺啦吼，所以农业迄个天然灾害较侪啦吼。啊，这回这农业天然灾害吼，伊主要吼。迄、那个自灾的原因哈，一定要确认啦哈。啊，阮即摆现主席啊，咱台南哈，目前哈，咱所有的这农业天然灾害哦，包括咱的改良种的山啊，哈，也是讲文旦哈，这部分啊，咱拢已经确定啊，报中央啊来做天然灾害救助。啊，有部分呢，一寡迄、那个作物哈，啊，原来陆陆续续，原来有咧办理啦哈。啊，讲起来，咱即摆吼，包括区公所啦，啊，甲市政府这边遮农业局吼，啊，拢即个啊，照即个规定吼去进行啦，啊，要算真，要算顺利啦，啊，即摆唔知啊，牛议员这边遮唔知有啥物啊，啥物问题？无啥问题，我是要听你讲，要了解一下，啊，一部分就是讲啊，在处理这做工课遮个。这份工吼，大家辛苦。来，这辛苦的中间，大家努力一下，只等你那边你较努力一下。啊，因为要有部分，要被勘察好嘛。对。要有部分，要被勘察好。对。啊，尽量让这些果农，尽量让这些果农方便。因为这果农都算是甲一无所有嘛，吼，对不对？不但是这样，啊，尽量让这些果农方便。啊嘛，甲这些这份工哦，甲奖励一下，安尼啊，是不安尼尔？好啊，我会照迄牛议员的意见吼，我来啊，两方面我来做。好，我谢谢。啊，那要十二点啊，大家都啊坐坐，规早有哪忝嘛吼？啊，本身吼，就讲利用这個时间啦吼，啊到十二点啦吼，啊大家来停困，我大家休息，啊大家应该要困哦，枕头厝较悬，较想的啊，唔是无甲伊问事，唔免想问啊这，想讲免怎啊，甲大台南市建设落好起来，甲咱大台南市提升生活品，一直品质起来。啊，咱共同来承担啊，甲咱大台南市甲做好势起安尼啦吼，啊，大家到这休息啦吼。本身今仔所询问的到这啊，谢谢主席，谢谢咱局科室的主管啦吼，咱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谢谢梁顺华议员哈。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市政府赖市长、吴副市长、李秘书长、各局处首长及主管的列席，也感谢新闻媒体各位小姐、女士、先生的采访及本会各位同仁的出席。那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拜托本会同仁，当其他同仁在质询的时候，如果您有需要，在业务上要找局处首长讨论的话，麻烦您安排在会后的时间，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同仁的质询，也不会影响到局处首长听取质询的内容。那我们今天的议上午的议程就到此结束，谢谢。